我亮不亮？我走了。妹妹，你帮我看那双鞋，咋不看看？嗯。那双鞋。可以，好看，你穿就不好看。你啥子意思啊？你看那双白的好看呢，还是黑的？啊？问你啊。哎，你给我看。转到手机都去了啊，还能给我选鞋子啊？没有。我在看我们的快递，他们还没到。我看了的时间到完，一直没消息的。你着啥子急嘛？到了嘛，给你打电话，就快点帮我看一下呀。哎呀，你给我看，你不懂，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，那快递不到，我不好跟我老儿交差的。我看到一直在快递站，我去快递站拿就算了，我在那等。妈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讲。过来嘛，走。抓子、啊、今天是你和老汉的结婚纪念日，老汉咋去了？他走哪里不跟我讲？走哪里不重要，但是他前天喊我跟他一起给你选礼物的。啥子礼物？来，我看来。我给你放在房间头的，你找他看呐。给你留点悬念，快找好嘛。我才不找，他给我买的礼物，他不拿我。你又不是晓不得他手机上弄不来那些，刚刚快递才弄，我刚才去拿上来，我没看到他人，我就替他给你了噻。快找一下嘛。嗯，切，好稀奇。哎呀，快找好嘛。哎呀，走，我不找。我不要，切，不找算了，不要我的事。哟，我不找的，不要的，那么多地方都没找不到我，我没选的。哎，算了，我拿给你，给你。没啥子礼物嘛，老汉让我帮他选的，你不是晓不得他自己不懂那些。看你戴到高哈呀，你还好看的。看看，咦，我亮不亮？我走了。我们见不到25年喽。切，恭喜你一喜。这些年你都任劳任怨的，辛苦你了。你的好我们都记到心头的。切，晓得就好，我弄完球。今天你下床，我去帮你打下手。我要你打下手，添乱。老板买的礼物，好开心咋的？走走了。哎不。男孩老二和妈妈那么子在一起的，跟我讲他们的爱情浪漫故事，但我都晓不得哟，我没问过。你看呢，哪个样子？那我们子在一起的。啊。哦哟，那哈儿，对他那个姐姐嫁到我们山队。啊。好，上来登房子打麻将，打麻将啊，你妈妈就走上来耍。好，我下了班呢，又在姑婆那门口站着耍。好，看到你妈妈走上来，那哈儿你妈妈年纪，当姑娘还是多漂亮哦，真的多漂亮。走上来，穿的牛仔衣，我讲那是哪个？我用鸡调，哎，我讲那是哪个？那个姑父讲，那个还讲曹叔的妹妹幺妹，他叫你讲不讲嘛？哎，我讲还可以，我讲你去问一下嘛。他说要的，第二天他就第二天就去问去了，问了他两个，看了啊，哎，他两个后头两个像有缘一样，就会笑，两个就耍笑。那他们在一起过后啊？在一起过后啊，他两个哎耍起了，你他两个感情都好耍起。哎，你妈妈不那哈儿不是在徐家沟上班啦？啊，哎有事。哎呀，送走赶车赶脱了，走路送要走3-4个小时，你儿都送起过去，然后他要上班又走过来，你呀、啊，真的。我晓得走的铁路，我听他讲了的。火去，再加点菜籽哟。肥肠上笼了，快点啦，吃炸肉喽！哟，心情好啊，菜都要丰盛些，都要好吃些。你爸那天吃的好撇啊，你啊那块好大，嗯，你吃。烟我的电筒啊，有点黑。
你是没找收拾到了？哎呀，想死了。你吃点嘛。好吗？还吃点嘛？端起来，走。你还年轻了点，你够了啊？够了。啊。饱了。他是饱了很。年轻了。哎呀，妈妈。还吃点嘛？耶，你喜欢吃肥肠的。吃。多吃点。我吃那么多了。哎，那点还有多大呢？